谁让你把房子给卖了？那个房子闲置挺长时间了，我跟李姐准备买个学区房，所以卖了。不是，你是我姐夫吗？当初那房子是你借给我的，我同意了吗你就卖？那房子现在不是你朋友在住吗？正好你来了，跟你朋友说一下，月底我们清一下房子。清不了，那人对我很重要，能说搬就搬啊。再说了，这两年水电费可都是我交的。哎，老公，现在租房子不是房东交水电了吗？那肯定不是啊。那让你交点水电费有什么问题吗？校长，我可是你亲弟弟，你怎么向着他呀？就算是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。再说了，你这样的弟弟我可高攀不起。这样吧，各位租客，明天呢把这两年的房租给我转一下，一共36000。还有啊，让你那位最重要的人赶紧收拾收拾，给我挪地方，我要腾房子，谢谢。江棠，你俩给我等着。